气死人！女星42公斤喊还吃啊，这些女明星的胖都不是胖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大陆女星佟丽娅日前在微博po出体重照，嫌自己胖，在这每逢佳节胖3斤之际，不知是真苦恼还是来刺激大家的。说到这些女明星，标准真的跟凡人差很大，三观太不正啦。吃嘛，开始吧。哇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欢迎，什么都别说。三个。哦，你是我见过最能吃的女演员。假的。哎呀，我眼睛业障重啊。天哪，胖迪最胖记录也不过90斤，对身高169公分的他。还有大秘密，常被酸民调侃，自己也老哭喊着胖，但其实。您的身高是166.5厘米，您的体重是47.9公斤。Baby 也是假胖一族，到底胖在哪，实在看不出来了。乔女王范冰冰就洒脱得多，她说她自称是微胖界的女王，115.6斤，那是个几公斤？不到六十，不到六十，五十六，那你几公分？168。我真的是不减肥，就是很。我们花那么多钱吃这么好吃的这么胖，干嘛要减肥？